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现在我们玩的游戏是《侠客风云传》DLC《幽冥路》。那我们现在要前去从阿比岛到中原的东海分舵这边。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这次的模式啊，这次都是由就是像这种大地图的方式去玩剧情的，不像就是我不确定后期可不可以像前传这样就是到处走动这样这种的。目前好像是采取这样的模式。好，那库房的话就是你们的道具的地方，然后模式看起来跟之前差不了多少。好，那我们就进入侠客啊，不是侠客啦，讲错了。那个这个红色圈圈就是进入下一个关卡的时候。连丹生救下东海龙宫帮众，听闻率领龙宫者乃一名为敖广的年轻小伙，心下大奇，便随龙宫帮众前去拜会这位东海龙王。谁知众人抵达龙宫后，前方海上等着他们的却是严大侠，咱们就快到了。你瞧，那岛上就是咱们，喵，这是在操练吗？怎么海边岛上这么多船？喂，你们东海龙宫有这么多艘船啊？丢那吗？那是我人的船啊，我人的船。小李子，快转舵！俺们这破渔船可不能直接冲进战场，从后边入港。啊，是，严大侠更好了。俺们先跟帮主会合再说。那些倭寇武艺虽然不入眼，但坐拥船坚炮利，这么冲进去，怕是还没接旋吗？就会给打沉了。我知道了，阿力左文呢？喵喵。情况如何？敖广，哇，以前敖广好帅。海帮主，倭贼虽然一时的偷袭得逞，但数量上我方船队仍旧占据优势，再过一段时间便能将倭贼船队击溃。那些倭人这是总算来真的。你们两个另外再带一队人马出海，搜寻沉船落海的弟兄，把人都救上来。啊，是，帮主。哦，你们回来了。这位大胡子是帮主，这位是海外阿比岛的严大侠，便是俺们口中那位裘兰克。俺们在海上遭遇了一对倭贼，要不是严大侠，俺们怎么是回不来了。哦，裘兰克吗？这我险救了我弟兄啊，可惜现在我没有闲工夫接待你谢礼什么的，等老子干翻那些倭贼再说。你们几个随我出海，干他妈的！严大胡子，你们在这好好见识见识咱们东海龙宫的手段。这小伙子虽然血气方刚，但遇事毫不畏惧，亲力亲为，难怪能聚集这么一批人对抗倭寇。我可不能给他看扁了。有这痛击倭寇的机会，我严丹神又岂能落人后？敖兄弟，莫小瞧了我啊！哈哈，好样的，严大胡子，怎么走？你们一进去，我就具备了。黑种忍者，什么人？小伙子，慢着。是呢，是吗？小李子，你们这些混账！小李子，你撑着点。可恶，穿越嫌疑的倭人，倭人，你们到底打哪来的？这装束和手法，这些倭人看来不像海上那些寻常剑客。海龙王，当心了！严当生败退。巴格罗，黑种军师哦，黑种龙王啊，一心就组织。哼，各地的党派就像千门大户，真是我故乡深了。语音是不是有换的？威廉有商业头脑，所以海盗，但船队多以贸易、收受沿海百姓供养为生。并不胡乱劫掠，看不下去倭寇持续侵扰沿海居民，
最后重返即使得保得沿海渔民一时安宁。看起来招式应该都跟以前一样。孩子，哼，看你如今破解百姓身家的习惯，也是错。哼，各地这东海之上亲门大户，真是我够嫌心了。被躲掉了。算了算了算了，好像有点钝了。嗯，这些倭人施了什么技法？又是烟雾，又是暗器。擒贼先擒王，黑种罗网，取你的命！什么狗屁魔王，想取我敖广的命？等下辈子吧。各地这东海之上亲门大户，真是我故乡心了。好像有点钝，我那个画质开开高。小李子快死了！可恶啊！你们这些混账！这刀伤，这小子可伤得不轻。小子，往后退，这里交给我们。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死啊？会有什么剧情之类的吗？靠腰都躲掉，哎，这么会躲，哦，枪，哇！哎，我给他死了。耶，死了，死一只。可恶，小李子没人替你。老丈，起来。呵，帮主，严大侠，你到后面给咱们掠着这些黑人倭人，有再多稀奇古怪的招数，我照样要一刀了结。你这个世道的雄心，终归只能是草莽野夫啊！那补血救不了啊！想都别想！哼，帮主严大侠，多谢。老杨，退到后边，我和严大胡子来解决他们。孩子，夸你哇！这背景新高，效果没有那个附加效果一提升。除我风度，判罪决议，审恩断扬。看一下啊，这个。下整体的严丹森的模组的确不是很好看，是我蛮意外的，就是也是意外，就是大家这其实都对阎罗他们的每个人角色的剧情就是出身啊，其实颇好奇的，所以会做这个剧情，我想可能是本来就打算做的吧。我不知道，我猜测的。然后，所谓的金庸群侠传二啊，不知道是怎样的模式进行，因为他写金庸群侠传二的话。应该还是会跟金庸有关系，但是出场的角色可能不会是金庸的人了，顶多就像
侠客这样子会提到带过并肩作战，可能会带就是会提到啦，比如说令狐冲啊、林灵芝啊，但是角色有可能都是侠客风云传的出场的人物的角色，这是有可能的。OK， 休息。我猜会是这样的方式进行《金庸奇侠传二》的人物方面啊。连弩快挂了。某呢几年嚟苦无敌手，诸位有何本事，即管使出嚟啦！是错，脑子费了这么大劲，受死吧！分身击出，这怎么念呢？烟雾，他妈的，还有埋伏！不对，这些涡轮动作全都未知。是某种障眼法，看清楚了，这些不是真的幻觉。那些倭人什么时候学会这些把戏？海龙王怕了吗？开什么玩笑，我敖广创东海龙宫，从来只有人怕我，我可不曾怕过任何人。咱往上，我靠，你分身啊，有点钝了。哪一个是真的呢？二打拳有点吃力了。干咗孟婆汤，除我风度，判罪决言，审恩断扬。人生在世，恩循苟且，毫无作为，就是愧对父母生育之恩。哇，平单这么会挂、啊、还好。空有一身武艺，却没有改变这个世道的红心，终归只能是草莽野夫啊。哦，还有气血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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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补个血啊。要补吗？感觉可以再撑一下、啊。我看看一次打死两只吧。来，给你。某呢几年嚟苦无敌手，诸位有何本事，即管使出嚟啦！差点要挂了，还好还好，好好好，运气真好。哎、欸，够了。冇改变呢个世道嘅雄心，终归只能系草莽野夫啊！真的听不懂，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哎、欸，赢了！结果倒回来全是幻觉，连那漏网之鱼给溜掉。那倭人会使这种把戏偷眼，八成是为了回去通风报信，特地派了这个些身怀绝技的黑人袭击你。海龙王，看来已经成为那些倭人眼中钉了吧？无间刑法 ，OK。小李子，混账东西！大胡子，快给我拿医药箱来！海龙王，他已经给老子住口！止血，给老子止住！帮助老张，老样，抱歉，快别说话了，小李子！帮助断放那些活着。
小李子啊，小李子，那些天上的卧贼，该死！要是刚才老子早些察觉到，以我的武艺，要砍翻那些卧人是绰绰有余，但却没人能救起这小伙子。在没人着眼的地方，又有多少人的性命像这小伙子一般被夺去？帮主，咱们听到上头有些杀声，你没事吧？多亏这的大胡子，老子没事。海上情况如何？快快报来！回帮主，那些窝贼不理咱们船队炮火，开始撤退了。咱们要不要追上去？老子可真想趁胜干翻那些可恨的窝贼。袁大胡子，你怎么看？窝贼此次偷袭，你手下弟兄伤亡不少。以联盟所见，此刻应当以重整旗鼓为第一要务。你的船队若孤军深入，难保不会像刚才那般遇上窝贼的奇袭。如此仓促遇袭，损兵折将，可就不得不尝试了。总之，意思就是先救人吧。不错，人死不能复生，咱们能做就是将还活着的人救起，能救多少算多少。老张、老杨，你们俩将那好生生长，之后出海支援其他弟兄。你们听见严大胡子所说，能救多少算多少，还有其他兄弟们的性命掌握在咱们手里。俺知道了，班主任大侠，你们俩说的对。小李子，来生咱们再做兄弟。不错，来生换你做哥哥，咱们俩做你小弟。这东海龙宫兄弟的兄弟情谊，果然是今死难断。好管这些年能同你这么多好汉与窝贼相扣相抗，相较之下，我除了帮助杀了一些窝人，又做了些什么？让我听好了，严大胡子虽不是咱们东海龙宫的人，经过这一战，老子信得过他，是条大大的好汉。大家说，这些年是谁在阿比岛帮着咱们干倭寇的？是严大侠。是谁今日跟着咱们一起干倭寇？是严大侠。今后他有什么困难？等一下，咱们东海龙宫成他的亲，他能帮。咱们东海龙宫往死里帮。帮主说得好，咱们往死里帮。海龙王，你行了行了，严大胡子，我老早想拉拢裘兰哥一块干倭寇。我这么说是给你有余力，勉强让你入闸东海龙宫。老子一人管东海龙宫的气门，不如多拉个人手，得手的东西咱们五五开仗。有了你严大胡子相助，咱们获利肯定能再翻一倍。海龙王，你既然给我机会，我可不能说不啊。哼，这有什么难？阎王今日便入你这个东海龙宫。哈哈哈，好，大伙都听见。严大胡子从今天开始便是自家人了。好样的，严大侠，够豪气。严大胡子，都先把这当自己家吧，大伙都是兄弟。之后我让能带你见识见识他们东海龙宫的规模。咱们要让那倭寇知道惹恼东海龙宫的后果。想保护人们，光是武艺还不行，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强大的东西。玩家可以查看和管理实际中所有帮众贩卖劳力。哎呦，守望乡里部队单位在战斗中败退，会永远消失。刚才那些人不是就挂了吗？可购买装备道具，每五回合商店会重新进货。每回合自动开启新的关卡，打探情报可以开启额外关卡。随着费用越高，可派遣的探子数量也会增加，增加打探之处。好像他们死掉就死掉了，是不是？OK， 等一下啊，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啊，先做个档。好，那我们侠客部队训练要花费4000元，都花费一回合吗？部队内无单位，那回合数我怎么知道？回合数呢？没有钱是不是？我还有钱。交易这个还好啊，交易在这里。菊花啊，好贵啊，买不起啊，买不起。
部队侠客库房打探，打探花费一回合，一回合在哪里啊？剩余回合，剩余四回合，自由关卡，自由关卡，那主线呢？这打探要花钱的，对啊，啊，买东西要花钱吗？买东西应该跟回合无关吧？等一下哦，打探次数用完。获得未完确定，获得未完确定。哎，刚刚怎么回事 ？OK， 所以，哎呦，帮主新招收一批兄弟，做好实战训练。哦哦哦，升万十，可是没有主线关卡啊。好了，可能要解这两个吧。然后我们回合还剩四回合，打探已经用完了。OK，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新模式的话。OK， 那这集到这结束啊。那我的影片左上方可以按有个连结可以按一下订阅。喜欢我们频道，欢迎到右下方的铃铛订阅打开。有欢迎到我粉丝按的赞，以追踪最新消息。那从上一集的影片到之后呢，都会成真影片字幕小帮手。那如果有人愿意帮忙我打字幕的话，我会把你的名字放在下一部影片上面，然后也会放在影片的资讯栏下面，感谢你。那因为有些游戏是有视窗的，我会照视窗的对话念，那这些对话其实就可以，如果有想帮忙打的人就可以不用打这些字的。我知道我讲话有时候会有点模糊不清，所以真的愿意帮我打字幕的人真的很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OK， 谢谢，谢谢收看哦，好，拜拜。